70岁靓仔王张伟文在上年两度确诊之后，身体状况大不如前。日前他的经理人方俊和他饮茶的时候，发现对方胃口欠佳，并且有发烧，于是马上叫救护车送他入院。方俊17号在8号风球之下，依然到医院探望，并且透露张伟文已经退烧，院方表示还要多留院几日观察，但唯一排除的是再中新冠肺炎和患上流感。